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严浩，各位读者平安。今天想来分享我入教会之后的转变，因为我之前其实是一个，我从小就是密宗的，所以我拜过非常多的神佛，对，很多的偶像。拜到之后，你也会觉得，到底会不会实现的那种压力，或者是我没有讲错话的那一种困扰。去年回到教会之后呢，开始学习如何祷告之后，我发现我每次祷告完之后，其实都会非常的平安喜乐，因为就是一对一，我跟神的直接一对一的连接。那跟其他的偶像不同的是。你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祷告，不管是你在上厕所、洗澡，或者是在家里躺在床上，都可以祷告，是非常方便。入会之后，真的非常的放松，也非常的喜乐跟平安。对，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尝试跟着我们一起祷告。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，并倚靠他。他就必成全，感谢主。感谢您的订阅和鼓励，我们才能持续做出优质的影片内容。若您有感动，欢迎点击下方奉献连结，您的支持将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愿神祝福你，阿门。